大家好，我是光云大学 KWBC 的宋岩。光云大学有学生自发聚在一起，给很多人注入活力的团体。据说在光云的大型活动中，给正在饱受煎熬的同学们注入能量。今天我来找的那个团体就是披马应援团。光云披马应援团成立于1982年，在光云的大大小小的活动中装饰了舞台，以光云最高唯一一致的一条为理念，发扬了对光云大学学生们的爱意，并以光云的面貌展开活动。每年3月招收新生新单元成员，包括团长和副团长在内，共有13人组成。据说每个单元成员都在分组进行助威活动或进行宣传活动。除此之外，为了宣传韩国活动或其他大学庆典的助威活动等，光云的姓名正在努力练习。披마응원단은평범한사람들이모여서사람들에게힘이되어주고또활력소가되어주는 그런응원단체입니다많은사람들에게광운대학교비마응원단이있다는것을알리고또같이모여서한자리에서화합해나가며광운대학교를알리고같이응원하는 그런응원문화를만드는것이 저희의목표라고할수있겠습니다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为了宣传光云而努力练习的披马应援团，希望以后也能以帅气的应援和演出让光云的名字得到大家的认可。到目前为止是光云大学 KWBC 的宋岩，下次见吧。